搬家了。武力安全问题太高了。文山区平江国际水门集中在红桥这儿，有南面。幸福的生活开始了，白杨。都屁股了，你都屁股，对，都屁股，一个一个来吧，这一个来那就自己出来了，一个一个来。你俩一人抬，这四抬的特别热，抬不抬行，这个抬的再抬，走。这个温度都30多度，咱们就直接给它放外面。没事，35度。走，把你上头上头来，上头来去。这会儿长400多斤，世界排名第二大的亚达伯乐。啊，第一只，这是他们的家，全养的橘子。有一些野草啥的可以吃。哎呀，自己来了啊！看，外边稳健的步伐，手来了。现在阳光，现在起跑，加油！来了来了，看都奔着阳光走。看了吧，幸福生活开始了。下午给你们刷背啊，那背刷的干干净净的，打上油。先别吃草，上来再吃来。上来了啊！越野能力比较强，带3把叉子过，坦克掉头全有，最高配现在，一旦环保污染，吃的是草，拉的是肥料，什么国6B、国7的，敢呛是不是？看上来了，再起再起啊！安全的上来第一只，不错不错，下一只。第二个自己走啊，第三个出来了，搬家搬家，阳光明媚的日子，要等他吗？这家子等到几点呢？超车吧，抬走了。对，这个扔在过道里，他自己一会儿就把阳光去了。这是硬，这家伙不能走了，再抬吧。来了来了，我来走吧。谢力死力不费劲是吧？看他上来了。朋友去了，他长大能活动一个成年人，长大能活动个成年人。只要进来一个别掉了，别掉了，来来来，好了，接力了，好嘞，抢个巨头，哎呦，整一双腿在这，太热乎了，水枪拿了咔咔一打，这玩意儿我下回怎么留？